开封一个全新的军舰是什么体验？开封舰的舰帽抽奖送给你们，感受一下在军舰上生活的一天。这是上班第一天就有人来挑事来了吗？跟我走。最新装备的一艘导弹驱逐舰，名字叫开封舰。今天呢，日子特别特殊，是这艘开封舰第一次正式开封，第一次正式公开展示，机会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今天我要实现一个我小时候的梦想，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这个梦想，今天这个愿望一起实现。哎，小东你好。你好真宇，终于见到了。今天这么大阵仗，这是什么一个安排？对，人民海军呢联合中国军号邀请小腾来到我们的开封舰进行探访。这也是我们的开封舰第一次开封。第一次开封，那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的后飞行甲板。飞行甲板，对。那我也猜到了身后的这个是什么，它一定就是机库了。所以我今天算不算正式入职，好好的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？勉勉强强，勉勉强强，勉勉强强，我也要入职一下。第一道关卡，第一道关卡，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接下来就要进入这个船舱里面了。中国海军勇敢无畏，勇担重任，勇闯大洋，勇战强敌。铿锵有力，因为是开封舰嘛，所以这有一个开封铁塔。通过通道，我们就进入了开封舰的船舱。进到舰艇里面，耳边传来的全都是军歌。刚才我还听到了亮剑的音乐，所以你会觉得精气神十足啊。舰载小艇它的功能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反恐、反海盗，去接近目标。对不同的任务，它有不同的装备可以来用。从一层船舱往里面走，你看我这今天刘海满不满意？是不是哪儿好像不太完美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房间里面可以帮我把这个头发再修饰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在舰艇上面的理发室啊，正在剪。这上面是军人的发型师力，好几种发型，就是看起来很精神利索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有刘海。那如果说风浪大的时候能剪吗？事情而定啊，事情而定，也能是吧？风浪越大，剪得越好。行了，那就不打扰了啊，很帅很帅。咱们地震 UP 主是吧？对啊，是的。关注你了。真的吗？多多关注，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啊。全新的开封舰，它的船舱里面的走线是非常的直的，其实这个会极大的提高效率，所以在这里面生活工作也会变得更加方便。来到这儿，这是我们开封舰的军官住室，进来看看。在这科普个冷知识啊，我们海军的官兵士兵，他们平时在舰上的生活是站在全年的绝大多数时间，有几百天衣食住行都在这个上面，在这儿睡觉，然后旁边可能去聊一些事情，然后办公都在这一个地方。最关键的是，我发现一个特点啊，就是所有我们军官的这个办公室、休息室里面都是世界地图，这是他们的衣柜，对吧？哦，好多件衣服啊，而且这里面肯定是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用途，这是一件运动服。这一件是一个水兵服，哎，啊，然后后面在海风下飘扬着作训服，两种颜色的迷彩服，再有就是这种白色短袖 T 恤的下长服，好香啊，我闻到香味了。午餐已经开始了，很棒啊，就让人看起来特别有食欲。那个来都来了，筷子我也自己带了，兄弟们尝一块鸡肉，入口即化，特别嫩。嗯，还是说完都走啊？怎么来形容舰艇上这些吃的味道？就很家常菜的感觉，就甚至有一种妈妈做饭的那种家常菜的味道。而且吃饱喝好之后，还有餐后水果，拿点小番茄，咱们去下一个房间。后面全都是重型的武器火力装备。来，整个前甲板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。映入眼帘的这一排像巧克力块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垂直发射系统。等于说导弹都装在这个里面，对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这一个盖大概有一个一米乘一米的，这下面装的就是全都是导弹，垂直发射，因为画面专门震慑海上宵小，哪有需要包邮送到。前甲板按说应该有个重型火力一大炮，那个电视省内在哪儿了？看你旁边的位置，这就是我们的主炮。这个就是主炮吗？可能在电视新闻画面里你会觉得，哎，它好像看起来有点小是吧，但其实你真的人来到身边，你看我们这个身材跟那个炮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它的威力了。这个锁链比我胳膊都粗，想象一下这个船上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想象力里面那个要放大 N 倍的效果，太帅了。所以说网上我们让你看到的小，只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。哦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低估我，但是你一定要为低估了我的大小付出代价。哎呦，
小心脚，小心脚下。这还有一个小机关，那个剑上面你肉眼可见的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地方，其实都是武装和打击装置，但是没有办法跟你说的特别详细。在这个舰艇上面的一切不只是武装到牙齿，只要有需要，那一定非常给力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往这边看，这就是你能看到的前甲板。但是我们现在在的，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整个军舰的二层露台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它还不是最高的那个点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多，当然它还不是最高的，不过它是很关键的驾驶舱，也是这艘开封舰开船的地方。想不想进去看看？这个地方是船的左舷，你可以理解为是在左侧的一个超大的露台。朋友，看到那艘是什么了吗？903的补给舰，它的体型超级的大，而且这艘903它是刚刚执行完亚丁湾护航任务回来的一艘军舰，真的 respect 一下在这里哈。它的角色呢，就是为所有的战斗舰艇军舰进行补给，比如说吃的、医用品、药品，包括弹药、油料这些很关键的东西，就是完完全全是整个海军里面的蔡文姬，做到了充足的大后方的保障、信心和底气。他和开封舰停在这儿，两个相互致敬、相互支持啊，真的很棒。而且接下来他又要去进行长期的护航任务，一直漂泊海外、云游四方啊。总而言之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所有的舰艇和海军的战士、军官，他们一直都是漂泊在海上、云游四海，海上为家。路上做客，致敬啊。